我真的唱不了，我没办法唱那个是什么，我曾你曾那个啥叫什么，我曾知道我哦，你知道我曾爱着你，你那个还有轰轰烈烈的曾经相爱过，哦，你那个唱，我唱我们的那个民族歌曲《敬酒歌》《欢迎歌》，你们想听的可以，我也是欢迎你们到我们这边来玩，到时候我让这个敬酒歌给你们，然后到时候咱们一起在一起玩，好不好，叔叔阿姨们？好的话扣个一吧，好的话扣个一，好是吧？这样子吧，我唱了哈，你们不要嫌我难听啊。我再翻译成我们的汉语嘛。什么地位我求伯格拉森，你莫嘎的什么拉格特伯。你们家接连只只不孤单，人家我们就谢了诺斯，苏里斯丹东东，苏里斯丹东东，远方的贵宾，四方的朋友，我们不唱剧难有相结识，一家有传统待客先用酒，一箱多美酒美酒敬宾朋，请喝一杯酒呀，请喝一杯酒呀，真的好哇，太好听了，真的就这样子的。直播间哥姐姐们，到时候欢迎你们到我家乡来玩，我请你们到我家乡来玩，到时候我再给你们当导游，你们去任何地方你们都可以跟我说，到时候我带你们去，好不好？好不好听？好听的话把好听两个字打在公屏上。这个是一个我们彝族的歌曲，前面唱的是我们的语言部分，后面是给你们翻译成了就是普通话，就是大家都听得懂的一个那个嘛，好听吗？谢谢。来，你给他们介绍一下这个吧。好听，好，好听，等一下再给你们唱，太好听了，哎呀，你们真的好听还是假的好听呀？哎呀，这个是么的新的说的代表，咯噔咯噔。来，你这样子吧，这个，直播间叔叔阿姨们，我叫你们到上海来玩。好的，这样子，直播间叔叔阿姨们，咱们就不唱歌了。来，我再跟你们介绍一个我手上这个好东西，这个是我昨天去收的。昨天我去收的时候，真的我有惊艳到，因为这个东西我15岁那年我找了整整的一年，然后也是吃了整整的一年的。因为你们有没有认识我手上这个东西的，认得到的把它的名字扣在公屏上面，好不好？不知道不懂的不了解的扣个二。声音太好听了，给你一个赞赞的，谢谢。我其实声音不好听的。有没有认识美罗手上的这个？是我15岁那年找了整整的一年，吃了一年。不认识对吧？那我跟你们说，对，这个是石斛，其实它的准确的名字叫做铁皮石斛。铁皮石斛的话，它生长，它喜欢长在那个岩石上面，它喜欢生长在那个悬崖峭壁上面，岩石上面，只有岩石上面它才会生长这个石斛。石斛的话，它是九大仙草排名老大的，是所有的草科植物类当中是排名这个的，九大仙草老大，没有之一，它就是老大。然后呢，然后这个石斛的话，为什么我说我找了一年，我找了一年，你们知道吗？是因为15岁，你们知道的，我从小是跟着爷爷奶奶一起长大嘛，然后就怎么说呢，早饭也没有吃好，中午饭也因为白天的话出去干活，我就没有就是怎么说呢，我就干活，我就是吃饭没有吃好，导致我这个小胃胃，大家都知道小胃胃上面它有一层膜的，我就把那层膜，因为我肚子里面已经没有饭了，就长期就是挨饿，就不是挨饿，就是没吃饭，吃冷饭，没有挨饿啊，就是没有吃饭，就是饿着肚子干活，就是我的这个小胃胃的那两层膜就这样子摩擦就烂掉了，就是我那个膜就已经是没有了，就是烂掉了。后面的话
那层膜就烂掉了，后面我就是每次我一饿我就会吐清口水，就会觉得这个地方感觉怎么怎么样子，立马要吃饭才行，如果我不吃饭我就会那个。然后后面的话怎么说呢，就是我爷爷嘛，我爷爷你们知道我爷爷的话年纪大嘛，而且以前是专门搞这个东西的，然后他就跟我说让我去那个大山里面去，他就带我去那个大山里面去踩着这个铁皮石火，因为这个铁皮石虎的话大家都知道，这个铁皮石虎的话它是有一层胶质的，比如说像美罗手上这个哈，你们直接这样子吃，这样子吃，你吃到嘴巴的那一瞬间它有很多的胶质，它黏黏糊糊的，它不是那种你吃着吃着它就会怎么说呢，你吃着吃着它就会融化掉，吃着吃着就融化掉，然后吃进肚子里面，它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然后它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然后我爷爷就说，他就带我去那个大山里面找，但是真的石虎是一点都不好找的，因为石虎它是生长在那个岩石上面。我爷爷就是有爷爷年纪大了，我就舍不得他就是下去嘛，然后我就拴了一个绳子拴在那个树上，然后就吊在那个岩石上面去采摘这个石火。我记得干的我们采摘了5级下来，然后晒干了只有这么多，因为它生的时候它里面的水分是非常非常饱满的，这个是不是很硬的啊，然后就晒干了就这么一点。然后前面几天，因为我那个时候真的我这个小胃胃已经真的，你只要不吃饭你就是吐清口水，有些人喝酒喝多了也是一样的，还有些人那种就是每次不吃饭那种这个地方就已经那个。然后我是把这个铁皮石火磨粉，我是磨成粉了以后每天早上我空腹我就喝一杯，连续我记得我连续喝了一个月，后面慢慢的我的这个就好了，我就算不一整天不吃饭我都不会这个地方都不会那样子，因为那个膜就已经慢慢的在修复了嘛。后面的话到现在的话我是每天吃一根，后面的话就是有的时候我就有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每天早上就是吃一根，每天就这样子吃一根，我不多吃，吃一根就我空腹吃。然后还有这个石虎的话，还有现在很多上了年纪的阿姨对不对，每天就是盯着手机看呀，或者是每天就不就是每天就是上了年纪眼睛里面这些都是这个地方就是红红的，然后这个看东西就是这样子，不是看的那个那种的话也是可以吃，因为铁皮石虎它就是吃这个东西的，知道没有。然后呢还有小孩子，现在小孩子年纪轻轻的，你家孙子孙女对不对，6岁7岁就要戴眼镜对不对，其实我跟你说真的，小孩子年纪轻轻戴眼镜，第一太丑了，这个地方会压扁，第二真的不好看。然后那种你也可以给他吃一点这个铁皮石虎，炖鸡汤的时候给他弄2个3个在这个鸡汤里面吃都行的，知道没有。这个是我大山里面自己去收下来的，这个是收下来的，这个自己是没果果，它是出不来的，它是必须是岩石，它是生长喜欢长在岩石上面的，这个是铁皮石火。豹子粉的话，辉哥你联系我好不好，等一下你联系我，我回复你好不好，现在有些人他们想要知道这个铁皮石火。然后今天你们想要这个石虎的扣个一，自由狂辉哥灵芝豹子粉，等一下你联系我好不好，我再跟你说。对，想要的扣个一。对，今天这个东西。对，想要的这个铁皮石虎的扣个一。还有现在咱们这个大民族，80%都是这个小干干，对不对？如果一旦你这个小干干硬掉了，你是不是就那个了，对不对？我以前有个叔叔，他就是咱们以那个什么什么干。什么什么干，把那2个字打在公屏上面好不好，就是那个1234那个什么干，一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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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咱们中国是80%，再见潇洒哥哥再见，80%都有这种，老人小孩子有的人很多。这个石火，对就是那个什么小干干那种，我跟你们说真的，你们有事没事一定要多吃一点铁皮石火，因为铁皮石火的元素就是专门针对于这个和那个小胃胃不吃饭的那种，知道没有，就是要这么去吃，因为这个铁皮石火真的就是对咱们小干干
就是那种80%都是这种，真的。所以说我建议什么你都可以不买，但是这个石斛你一定要买，好不好？直播间哥哥姐姐们，你们一定要买一单，人手买一单。如果你的女儿儿子早上不爱吃早饭，晚上又想着减什么肥什么的那种的话，你一定要吃这个铁皮石斛给他吃。今天这样子吧，你们想要的全皮把一扣在公屏上面。你对，今天想要的你们把全品扣在公屏上。对，然后今天这个价格呢，我跟你们说怎么去买，我请你们吃好不好？想要的扣个一，你们直接扣个一吧。怎么吃？磨成粉冲水喝，如果你是小微微那个，如果是小干干，你也是可以这么喝。如果你是那种的话，炖鸡炖呀，随便怎么吃都行。我看一下，开心果果汁和汇丰刘三姐也融，还有那个对，而且我这个是紫皮的铁皮石斛，是质量非常好，是铁皮石斛当中的天花板。我跟你们说，这种美罗去收一两是多少钱？你们知不知道？我跟你们说，美罗一两收的是88，真的。然后的话，今天在我们直播间扣了一的，我再请你们吃一两，好不好？就100克，真的，这种品质的，你们在外面买一两，可能要你们100、200、300。如果说买不到正宗的石斛。外面你就算300-400块钱你都买不到。买不到吗？因为这个是生长在悬崖峭壁上面，非常危险的。你外面所见到的都不是我手上的这种石斛，我只能这么说。然后的话，今天88，50克，但是我另外我再请你们吃50个，他们收到的就是100克，88整整100克。100克就是属于一个疗程，可以吃差不多15天。对，想不想要？想要的扣个一吧，我也不说了，我直接给你们上车。88，100克，15天能吃，属于一个疗程。如果你是那种小微微呀、小干干，我建议你拍2单，连续吃1个月，每天吃，必须吃。这个是石斛，九大仙草排名老大的一个东西哈。哇，这么多人扣了一。这你统计一下扣了一的人，我给他们刘三姐，还有信徒，还有那个游园果果姐姐，还有那个地板哥哥，还有那个哇，好多人哦。好多吗？对，有7-8个人是有的。那我数5个数给他们上车吧。好，但是没有多少哈，真的。因为这个东西是50克，我再请你们吃50克的，所以说没有多少单，好不好？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对，然后我数5个数给你们上车。这是铁皮石斛，来，5、4、3、2、1，拼好手速，网速去抢哈，上车了哈，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等一下哈，等一下，吴天马，现在对直播间哇，可以了，下方农家飞绿豆石斛，这个就是88的铁皮石斛，直播间是哥哥姐姐们。现在1号链接直接去拍，直接去抢，能拍则有，拍不到就没有，抱歉。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石斛真的，外面你去买300、400、500，我跟你说你买不到正宗的，不相信你们可以去问。而且都不是紫皮的，对，真的。这个石斛的话，它是九大仙草排名老大的东西，现在88是100克哈，直接去拍，直接去抢，你们能拍就是你们的，拍不到我没办法。你们买一单我请你们吃一单的，这个东西你们用50克88，然后你们收到的货就是100克，整整100克哈，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对，88是100克哦，真的。我去年我摆地摊卖，我卖的是168，我真的，我骗你们，我是指我卖过168二两。我当时很多人买了以后觉得都很好，又回来找我买的人也很多。但是今天的话，少华说的是88买一两送一两给你们吃，总共你们收到货就是100克。这个铁皮石斛的话，它就是针对于老年人，这个地方什么什么东西溢掉了，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这些管子硬掉了，还有这些都是可以吃的。吴天嘛，等一下好不好？已下单好的，对，直接泡水是可以，但是泡了水以后，你们把水喝完以后，一定要把石斛也要吃掉，不然的话是没用的。还有2单了哈。对对，直播间叔叔阿姨们，你们直接去拍，直接去抢，只有2单了吗？哇！只有2单了，现在在1号链接，石斛，铁皮石斛，九大仙草排名老大的，咋下不了单呀？是不是占着库存的有太多了呀？对，哎呀，怎么还有人占库存呀？这是我请你们吃的。对，
这样子吧，直播间今天拍了你的舞单，你明天发货，谢谢。好的好的，今天拍明天发货啊。直播间叔叔阿姨们，现在的话只有带付款的，这样子吧，美罗把付款带付款的七叫，带付款的阿姨你们再不付款，美罗只能把你们踢下来了啊，然后让我新进来的阿姨拍。因为这个石虎是有价格没有市场的，任何东西你都买不到，真的。你可以，你如果你自己不需要，你可以给你家的儿子女儿买一点。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不喜欢吃饭，早饭不吃，然后晚饭也不吃，就会导致那个，好像还有一点哈，就导致他的那个小胃胃小肠肠就已经是那个什么了，就已经那种烂掉了那层膜。但是这个铁皮石虎的话，它是特殊的一种东西。贝母有，胡丹丹，等一下哈，刚刚带付款的贴下来还有几单，这个里面它是非常有胶质的。哦，还有一单了哈，你们谁抢到就是谁的。你看到没有？它是非常非常，这个找了好久，终于在你这里看到，是吧？所以说真的，你赶紧的去拍，真的不知道下面还没有。你看。这个贝母它有一层胶质，它的胶质你吃进肚子里面，它会在你的那个小胃胃上面形成一层膜，知道没有？所以说你想吃火锅，想吃辣椒，你随便吃随便吃都没关系。还有特别是那种现在很多老人就是那个小干干硬，还有那个什么东西硬那种的话，还有这个地方硬掉的那种，你也可以去吃这个铁皮石虎，因为铁皮石虎它是非常非常之完美的啊，知道没有？直播间叔叔阿姨们，只有一单了哈，我就不跟你们多说了，谁能拍到就是谁的，我十五个字就直接下掉了啊，五四。对，谢谢，不用谢，没关系的，只要你们在我直播间买到了，质量品质是你喜欢的，那就是对于美罗莎最大的欣慰了。我也希望我卖的东西对你们有所帮助，我也希望我卖这个东西你们收到货以后也确确实实是对你们有帮助的，所以说我也很开心哈。直播间叔叔阿姨们，对，过年过节可以给自己的叔叔阿姨买一点，给自己的朋友买一点都是可以的，如果你朋友有美罗所说的这种情况，你们都可以买一点哈。现在只有最后一单了啊，直播间叔叔阿姨们，还有一单了，真的。对，宋亚菊谈什么可以吃，没关系，这个铁皮石虎是九大仙草排名老大，没有之一，它就是天花板级别的，所有的植物当中它就是排名老大，你放心的去拍，一拍三的，真的，你太懂货了。我跟你说真的，真正的懂货他就是这样子去拍，你不懂货不了解，你可以先给美罗点个关注，多了解美罗几天，你要是觉得这个货好品质好，你多了解我这个人你再来买，或是你去了解市场，市场上面的铁皮石虎是什么价格，然后它品质质量又是怎么样子，你觉得不好你再来美罗直播间买都回事。哦，有一个人占了我的库存呀。库存嘛，我踢一下吧，我把那一单踢出来，你们自己拼手速去抢啊，因为直播间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他们有很多人是没有抢到的。对，没有抢到的扣一，我看一下，没有抢到的这样子吧，扣个一，然后那些让的那个少华把那个代付款的踢下来了，然后再给你们上来。没有抢到的叔叔阿姨们，多少钱？88是100克，能吃15天。你那种哇，这么多人都没吃到。我踢出来了。踢出来了吗？我踢出来了。好了，那个胡锅胡丹，然后那个陈居王师傅，现在88100克的铁皮石虎已经给你们上车了。铁皮石虎你可以炖鸡、炖鸭、炖鸽子。但是我建议，如果你们是小胃胃那个什么的话，我建议你们是磨成粉了以后，你们吃的那一瞬间啊，先把这个东西这样子把这个皮去掉了，剩下这里面的这个，然后你们这样子截成一截，破壁汁磨粉了以后，每天早上一定是空腹去喝，每天喝一杯，连续喝一个月。你如果你是小胃胃那个不能吃饭吃太多呀，或者是吃辣的这个地方就不行的，你们就可以买两单，然后连续吃，必须是空腹吃哈，空腹吃。那我就不跟你们多说了哈，现在这话只有一单了，自己去拍，自己去抢哈。还有刚刚谁说要贝母来着，刚刚要贝母的那个阿姨叔叔还在吗？在的，扣个一。那后来的默默给是问大家的，问贝母哈。来这样子吧，你们想刚刚要贝母的那个阿姨叔叔在不在，在的话扣个一，我看一下吧。真的，我非常的谢谢你们这么支持美罗，真的，直播间叔叔阿姨们。
你们烧大货质量品质没有美罗手上这么好，我都会都可以退，没关系的。对，你们要贝母的，你们扣个一看一下，看一下有没有人要。对，因为贝母的话不多了，只有几单了，因为刚才就是占库存的几单。对，没货，你要什么？对，我发的话如果跟直播间不一样直接给我退。对，贝母分为很多种，但是美罗这边的贝母是四川的贝母，给你们看一下哈，这个就是美罗。以后过年以后有钱花。好的，平平安安阿姨，没事的，你们能在直播间支持美罗就是对美罗最大的支持和鼓励，对不对？来给你们看一下支持美罗和上海，谢谢谢谢。有很多人都是支持我们的。对，然后呢，直播间阿姨们来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刚刚谁要贝母来着？这个贝母的话，我跟你们看一下啊，四川的贝母，不是浙贝，不是平贝，因为大家都知道贝母分为五六种，一个可能有这么大，一个可能有这么扁扁的，一个可能是椭圆形的，但是那种都是浙贝和平贝。正宗的贝母就是美罗手上的这种啊。来，认识贝母的全屏把贝母两个字扣在公屏上面。来，认识贝母的全屏把贝母两个字扣在公屏上面。直播间阿姨们，直播间阿姨，贝母，对，这个贝母的话我跟你们说吧，真的，每年冬天我们家都有在吃，我们家家户户都有在必备的。这个贝母是我们每次每天都有在吃，因为这个贝母的话跟外面的那种贝母不一样，去年羊了个羊，很多人买到处去收，我真的，我去年到处收，我一点的我收都收不到。对，这个马老先生，这个就是我们四川的贝母，就是你说的那种，但是我这个名字我不能说，我只能说贝母，因为这个东西你们也知道的，现在是非常稀缺，有价格没有市场，市面上面你想去买你买不到，所以说我那个知道没有。这个贝母的话吃了有什么好处，我跟你们说哈，我先给你们讲品质好不好，你们买了先提品质，对不对？我知道你们相信我，但是我害怕你们就是品质没有验好，万一你们去别人直播间买，然后买到不好的就不行，对不对？你看哈，每上车等一下好不好？我跟其他姐姐也讲解一下好不好？那个阿姨还有叔叔，然后你看这个是怀中抱月，每一颗贝母都是像美罗手上这样子的怀中抱月的啊，你们可以看得到的，每一颗贝母都是怀中抱怨的，这种就是正宗的贝母，因为贝母的话它越小就越好。对，这个贝母呢，美罗收来是多少钱？美罗收的是160一两哈，一两。对，然后今天是我这边出一点钱请你们吃的，真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今天我160不要，150不要，真的。等一下，对，所以说你们这样子吧，你们想要的先把一扣在公屏上面，吃了有什么好处我跟你们讲。我这个贝母你看到没有，如果颜色是白的那就是硫磺虚过的，听好了，如果你们收到货，不管有没有在美罗直播间买还是任何直播间买，你们先或者是药店里面买，先吃一颗没事的，你任何地方你都可以吃一颗的，我的你随便吃，你这样子吃，如果是苦的微苦那就是正常的，如果是酸的涩的还有颜色是纯白的，我建议你们直接退不要，因为那种是硫磺虚过的，老人小孩子吃是不行的。但是我这个贝母的话是高山高海拔，每天走3-4个小时在那个山底上去采摘的，一片叶子只有一颗贝母的，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是贝母，知道没有？四川的贝母。然后这个的话有什么作用，来，想要知道的把一扣在公屏上面。比如说现在冬天来了，对不对？风一吹你这个地方就哎呀哎呀，然后这个地方就感觉像刀片割过一样，你不管是吞任何的东西进去就感觉吞不进去，然后这个地方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卡在这里的，这种有的你们打个字，有这种哈，还有这个地方这样子，然后小孩子每次都要去点滴，特别是小孩子晚上就翻来覆去的，一直睡得睡不着，然后你打点滴呀，挂盐水呀，挂葡萄糖呀，挂一个星期两个星期这种的，我跟你们说
你可以提前就给你小孩子吃，没必要等到小孩子那么严重。你每天就是比如说你就是先给他吃，就是你小孩子的时候或是风吹到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个对川贝先提前拿回去，把这个川贝磨成粉了以后，如果有土蜂蜜给加点土蜂蜜冲水给你家的小朋友吃，早上吃一次，晚上吃一次，中午吃一次，一天吃三顿，你连续吃两三天，真的不用挂那个。你们大家都知道美罗有一个小侄女和小侄儿，我有两三个侄子侄女的，他们每天穿的衣服都很单薄，我们大山里面你们也知道，而且你们看美罗现在就穿了这么薄薄的一件两件，但是我现在真的我都没事，因为我偶尔我都有在吃，因为这个贝母你吃了它这个是很好的，这个是大山里面的贝母，知道没有？还有爱喝酒对不对，每天抽两包三包的有没有？有的把一扣在公屏上面，你家的儿子也好女儿也好你自己也好老公也好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好，有的把有扣在公屏上面，每天就爱喝两口，然后抽这个东西，把你这两片叶子抽黑了，跟我爷爷一样，每天就是抽那个。我爷爷是不睡觉的，睡觉也要抽的，每天就抽两三根啊。就是那种，我真的，我都是逼着我爷爷吃这个贝母，因为这个贝母吃了会把这会保护这两片叶子，小狒狒呀，它是会保护这个东西的，知道没有？我都是逼着我爷爷每天要吃三个到四个、五个这样子的。知道没有？就是这么吃。多少钱呢？今天这个美罗160收的，一两是160收的。今天我150不要，140不要，130不要，120不要，110不要，我100块钱我都不要。100块钱你都。对。这样子吧，直播间叔叔阿姨们想要的，全屏把一扣在公屏上面。这个是四川的贝母，不是浙贝，不是平贝，没有硫磺试过，老人、孕妇、小孩子，一家老小，通通都是可以吃，可以多吃一点啊，可以给老人、小孩子，每个人可以多备一点，你可以买三袋、四袋备着，因为这个是没有硫磺试过的，可以放很久，对，然后腐烂，然后、那个、我跟你们说，这个东西你们可以拿回去对比哈，外面大城市里面的那个去对比，如果外面药店卖你们两三百的那种一两的，没有那种品质好，你们可以随时给我们退回来，然后我们把钱退给你们哈。哥哥姐说外面有个人说他们外面要卖一两都是要250块钱，对，我知道外面都是要这样卖的，但是今天快过年了嘛，我请直播间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吃，因为他们都是支持我们的，好不好？来，我数五个数，50克98给你们上车。真的，直播间叔叔阿姨们，去年美罗对天发誓，如果我骗你们，我出门被车撞死我都无所谓，因为这个川贝我，呸，这个贝母我去年我卖过178、168、158，今天98给到你们，说是我们是上网看到你这么多叔叔阿姨都支持我们，所以说今天就是以很优惠的价格去给你们的，今天这样子直播间家人们全皮把98。想要的全皮打字98，我统计一下有多少个人上多少份，多的真的没有，因为你们要知道这个是贝母，大山深处的贝母含金量很高的，不像外面你所买到的那种贝母真的是不好，这个贝母是稀缺，又吃稀缺，老人小孩子孕妇一家老小都可以吃，芋泥玉米哇七个八个哇五个，那我就上吧，行，来5 4 3 2 1，哇刘爱姐，哇玉梅98，50克贝母已经上车了哈，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对，快点去抢，真的没有了哈，这个东西叔叔阿姨们真的，如果你家里有老人小孩子风一吹就会凉到的那种这种的话，现在在一号链接代替链接啊，农家高山贝贝豆干豆98块钱是50克，直接去拍，直接去抢，你们能拍得到就有，拍不到没办法哈。如果你们家里有4个人、5个人、6个人，我建议你拍2袋、3袋备着，因为这个东西一家老小都是需要吃的。美罗去年卖178、168，这个贝母，但是今天98给到大家，真的是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所以说你们能拍。
就有，拍不到就没有哈。直播间叔叔阿姨们啊，你们直接去拍，真的，因为这个贝母大家都知道，有浙贝，有平贝，有贝母，贝母四川的贝母，大家都知道，咱们四川的贝母是少之又少，非常稀缺的一种东西。而且我这个贝母是一片叶子底下只有两三颗贝母的，它的微量元素是非常高。你去，对不对？你小孩子只要一量到了，你去药店里面去买那些所谓的什么，它是不是？这都会给你们说什么什么什么糖加，什么什么什么贝母枇杷膏，其实那种就是这种原料做的。但是你知道那一批里面的贝母枇杷大家都吃嘛，有什么用，对不对？但是那种里面主要成分就是贝母，但是那个里面一瓶贝母只有四五个，真的不划算。所以说那个是因为机器加过，所以说才卖你们这么贵的。但是今天在美罗直播间98，还有一单哈。还有一单没有去拍的，直接去抢啊！买，相信妹妹品质非常不错，吃过效果棒，谢谢。嗯，真的，叔叔阿姨们，只要你们买到，对你们有帮助，对你们有效果，就是对美罗最大的支持。我也非常开心，我能帮助得到你们，我也非常开心。你们买了我东西以后，真的能对你们有所帮助，谢谢你们。只有一单了哈，98的直播间，叔叔阿姨们，你们直接去拍。对，因为你们看到没有，我。这个外面的话真的那种是不行的，我家的这个贝母一两有这么多，差不多有170颗到180颗左右。你如果小孩子吃，每天怎么吃我教你们哈，现在下方好连接还有一单怎么吃。小孩子吃的话，你们就是每天拿上15-16颗，把它磨粉以后去街上买一个雪梨，雪梨把它切成很碎很碎了以后，放在一个锅里面去蒸，加一点冰糖，然后把这个川贝的川贝粉，或者是你如果你们不好切粉的话，你们就一颗一颗的放在那个里面，然后你就炖一个半小时或是一个小时，把那个血肉炖烂了以后，然后再放一点红枣枸杞就吃，直接吃就可以了，知道没有？你们直接去吃，就小孩子吃，你炖了一次你就可以吃，一天炖一次，然后就可以吃三顿了，对不对？你连续吃3-4天，真的，我跟你说，你吃过你就知道这个贝母好不好。我跟你说，我贝母的回头率99%以上，买过我家贝母的没有说过不好的，真的，叔叔阿姨们，如果你们相信美罗，你们直接去带就可以了，拍了都知道吃。好的，谢谢叔叔阿姨们支持，明天发货。好的，都是明天发货。如果你们收到货质量品质跟美罗手上的不一样，你可以直接给我退，都是有运费写的，不会让你们出一分多的钱。我知道大家上了年纪都不如意，对不对？所以说直播间哥哥姐姐们，你们直接去带就行了啊。还有一单了。对，只有一单了，你们直接去拍，直接去抢。四川的贝母含量是非常非常之高的，所以说你们任何地方你们去买贝母，其实你都买不到品质像我手上这么好。因为这个贝母现在是有价格没有市场，市场上面你想要卖正宗的，真的，我跟你们说不好整的这个东西。美罗啊，今天我们就不那个了。下播吗？我们聊会儿天嘛，聊会儿天就下播了嘛。陪你看这么多叔叔阿姨一直陪着你在这里坐着，陪他们聊会儿天呀，对不对？98辉哥，98农家高山黄豆贝贝豆，这个链接就是北98的贝母，去年阳了个阳，很多人阳，对不对？真的98买不到，你别说98了，178我想收，我到处我都收不到。天马的话好像没有了，天马只有一单呀。这个是代替链接哈，对，和秀丽阿姨，这个是贝贝豆代替链接，代替链接，你相信美罗直接去拍，所见即所得，看到是什么样子的，发货是什么样子的，你放心好了。美罗做生意只讲诚信二字，我爷爷虽然我生活在农村，但是我爷爷从小教我诚信。你只要诚信二字你做到了，生意你会越做越大。所以说你但凡诚信二字你做不到，你生意就做不住。所以说你们放心好了，见到什么样子买到就是什么样子的。对，去年160对呀，所以说今天98真的你买到直接是赚到的。美罗啊，我害怕我跟你明天去收山货的话，我害怕我收不了。为什么？我有点
社恐。你社恐？对呀、啊。你还社恐吗？对呀、啊，我有点社恐。那你为什么对我不社恐呀？你第一次先遇到我、嗯，你还送我回来，我也没看出来你社恐呀。对呀、啊，我对于自己喜欢的人都不社恐。对不对，哥姐姐？五十克辉哥是五十克哈，五十克呗。我对于自己喜欢的人是不社恐的。你这让我猝不及防。我如果说我社恐的话，我还怎么去追求自己的幸福？福天马的话，嗯，有没有还有一单哦？有一单的话，要不给那个哥哥上了吧？那行吧。代付款的刚刚有没有啊？代付款的有两单。那个等一下，我看一下福天马，我就不跟你讲解了嘛。我看你也是很懂的。对，天马片没有，天马片我这边都是天马一块一块的晒干。天马是美罗200块钱收的嘛，220收的，然后今天是我请哥哥姐姐们吃的嘛，对不对？你那个你给他们看一下嘛，要不？你这样子吧，哎，该付款的期下来还有没有一单嘛？有。刚刚我看到他买了川贝。刚好可以一起给他发货，不然人家有两三天两三个包裹也不好拿，马上过年了，大家事都多，要准备年货呀。可以。对，这样子吧，你还要不要天马呀？那个英文字母，帅姐，我们是哪里卖货？我是四川的，四川乐山这边的，我是乐山。你还要不要？要不天马的话，你把一扣在公屏上面，我跟你上吧。多少钱？天马的话，我今天收的也那个，去年的话卖的是160块钱，但是今天的话，我卖的是138半斤，而且这个天马的话都是非常大个的，都是鹰鸽子的嘴、肚脐的眼、癞蛤蟆的皮，白白赖赖的，长得非常非常的丑。可以呀，为什么不能支付呀？这个就是这个的平台，这个不能支付，怎么可能？对不对啊？谁说不能支付呀？那个沉默是金说是那个那个可以支付呀，视频号本身就是那个平台里面的呀，你们是不是就是都是微信进来的嘛？应该也跟他信嘛，应该是可以支付的呀。摸灰哥切不了片，我这个都是自然晒干了的，这个贴切不了片。货真吗？帅姐，保真保质，质量保证，收到货质量不满意，品质不满意，7天之内直接退，我无理由退，我都是那个的。要不 我今天这个天马的话是138，我也是，你也是乐山的吗？这么巧，老乡呢？你也知道，那你都知道咱们乐山的天马有多出名吧？特别是我们这边粮食，鹅边那个，这个直播间叔叔阿姨们，整个天马有几斤呀？不能接，可以的呀。整个天马有几斤？天马一斤的话，大概是16个左右吧，16个左右。半斤的话，7个到8个，我也不知道。7个到8个，直播间叔叔阿姨们。这样子吧，直播间叔叔阿姨们，来，你们要的话，我给你们上链接吧。天马的质量和品质的话，大家都不用说的，质量品质都非常好。鹰鸽子的嘴、肚脐的眼，你看，而且里面都是水晶一样的，水晶一样的天马。这个是乌天马，乌天马是所有天马当中含量是非常高的。每天晚上有啥都可以，有一个曲的呀，有一个曲，我也不知道那个怎么切开，用水泡。多少钱一斤？这样子吧，价格可以，我昨天这个价格可以，我昨天买了两斤泡酒，你要的话我给你上车就行了。我跟你们说吧，这个天马的话要泡，用水泡两三天，用水泡两三天，然后泡软了以后你才能切。像泡这美罗像这样子，你看能掰得动了，能掰得动了以后，你们就可以切来泡酒。炖鸡、炖鸭、炖鸽子都是可以的。比如说你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的，对不对？比如说头，你这个东西一抓一大把的掉的。比如说你工作压力非常大，每天睡不着，还有每一到下午这个地方就哎呀，哎呀的那种。因为天马它炖鸽子吃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好的。为你可以给我等打包，对，我可以给你打包。对，李霞阿姨，可以的。这样子吧，你们想要天马的把一扣在公屏上面，我看一下有多少个人要吧。真的，这个天马今天你们可以看得到的，晒的是非常非常干，不像人家一样泡两天，
就是晒两三天一点都不干，我这个是晒干了十斤才能晒干一斤，所以说一点都不炸撑的，非常干，里面是无天麻，含金量很高，和微量元素非常高，是无所有天麻当中的天花板级别的。想要的把一扣在公屏上面，我统计一下，想要的扣一哈，沉默是金一个，好人好事一个。哇，这个好人好事今天买了好多，谢谢你这么支持梅罗哈，谢谢。还有天下一个，哇，还有一个五四个人，还有四个人，这样子吧，你们四个人的话，今天代付款的提下来应该也是差不多。今天这样子吧，上好你给他们上链接还是怎么弄呀？对，我给他们上。今天梅罗这个东西是220收的，但是今天我说了，我请你们吃，我今天。200也不要，190也不要，180也不要，170也不要，160我都不要，150我也不要，真的哥哥姐姐说刷一门。沉默是金可以支付的，等一下我教你。140我也不要，哥哥姐姐说刷一门。今天我就130给到你们，好不好？130是整整半斤哈，半斤。130的话，我看一下再加几块，再加一点。快递费、包装费、皮带费的话，就是140多。哎呀，还是就138给到你们。对，138这样子吧。你们想要，我直接给你们上车，一分钱、一分质量、一分货。去年我卖168，160块钱的这个乌天马，今天直接给你们138。人家卖的是，人家卖那种小小的那种黄天马。下一次我找一个给你们对比看。人家给你们卖的是多少钱？人家卖的是198。今天这样子吧。五个数给你们上链接哦，拼手速拼网速，5 4 3 2 1上链接。好，上车了。叔叔阿姨们拼的是手速啊，只有2-3单，可以了。现在下方链接农家高山天马250克非银耳，不是银耳的链接哦。美乐很美，谢谢阿姨的夸奖，没有了，已经给你们上车了。如果你们需要，你们喜欢，你们自己去拍就可以了啊。这个天马的质量品质你们放心，我从小大到吃到大。为什么美乐很多人都说美乐这个头发怎么这么，我就是因为小时候跟我奶奶一起吃这个天马，所以说你们现在放心，你们去购买就行了，不用犹豫，直接买。收到质量品质你们放心好了，如果收到质量品质没有美罗手上所说的这么好，直接退。还有买东西一定要货比三家，收到货质量品质，你买我的再买别人的，你拿来做对比，我的质量没有别人的好，你直接给我退，运费我都给你出。